发现空中目标，P号幺六零幺，方位幺两栋，距离110公里。 根据我们临时单位会的分工，接收装置准备好，炮协调，预备，放。点执行完毕。 此次实兵演习，我们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，重点演练了依托指挥信息系统指挥控制登陆全过程，为今后联合登陆作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，达到了联合指挥、联合决策、联合行动的目的。